大家好，现在我们人在挪威。这个挪威真是东西贵的要死一个国家。刚刚吃了一个 Burger King， 花了台币400多块，快500块，而且那已经是 Burger King 最便宜的套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伊卡，然后买了这个东西，很熟悉的品牌吧？这个叫 Euro Shopper， 是留学生的好朋友。它里面装什么东西？超大面包，我们拿对照组，就是我手啊比一下，好，先旁边垃圾桶，对吧？你看手掌这样这么大，然后这个面包这么大。这个面包呢，在这边只要卖8块钱的 Nordish Crown， 相当于台币大约50块钱。看起来今天晚餐跟明天的早餐，甚至明天中午都不太需要困扰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